创世纪第33章。雅各举目观看，看啊，以扫来了，有400人和他一起。雅各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、拉结和两个婢女。他叫两个婢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跟在后面，而拉结和约瑟在最后，他自己却走到他们前面，一连七次俯伏在地，才挨近他哥哥。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伏在他的颈项上亲他，他们都哭了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和孩子，就说：这些和你一起的是谁呢？雅各说：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。于是两个婢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，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。以扫说：我所遇见的这些畜群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说：是为了要在我主眼前蒙恩。以扫说：弟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你自己留着吧。雅各说：不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请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，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也宽容了我。请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神恩待我，使我一切都充足。雅各再三求他，他才收下。以扫说：让我们起身前行，我和你一起走吧。雅各对他说：我主知道孩子们还年又娇嫩，我的牛羊也正在暴雨中，只要吹赶一天，群羊都会死了。请我主在仆人前面先走，我要按着在我面前的牲畜和孩子的步伐慢慢前进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。以扫说：让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。雅各说：何必这样呢？只要能在我主眼前蒙恩就够了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，回西尔去了。雅各就往苏葛去，在那里为自己盖房屋，又为牲畜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叫苏葛。雅各从巴旦阿兰平安地回到迦南地的示剑城，他在城的前面支搭帐棚，他用100可石塔从示剑的父亲哈末的众子手中买了搭帐棚的那块地。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